踏过男团12女主唱中选，在2017年年底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成为粉丝成员心目中最大的遗憾。虽然时间已过去半年多，但中选一直在大家心中没有被忘记。近日有粉丝发现成员明豪佩戴的专属耳机上刻着 Pull it backest， 这一串字母原本是中选脖子后方的刺青。该照片曝光后，粉丝们也纷纷泪捧，表示很思念中选。中选离开后，12年年纪排行第四的明豪似乎一夜长大，成为了队内可靠的支柱。当时他不仅在殡仪馆内帮着中选家人忙进忙出，还强忍着眼泪招呼前来致意的宾客，这也让许多粉丝感到欣慰。上个月 SHINee 以专辑 The Story of Light 回归乐坛，并一口气推出三首主打歌。在最后一波新歌你留下的话 Our Page MV 画面的最后，在湖水绿灯光的照应着温流、Kim Min Ho和泰民四位成员合正中央留给中选第五支麦克风，仿佛在诉说着 SHINee 永远是舞台里。据悉你留下的话 Our Page 这首歌是由 SHINee 共同作词的，写的是他们的故事与回忆，更是对中选的怀念。歌词写着对着天空说出我的决心，无论是多辛苦的路都要继续走下去，就像是对天上中选的承诺。他们也坦然道出不愿忘记五人共同的回忆，声音会飞扬到达有你的地方。而成员温流的口答说到辛苦了，更是惹哭不少粉丝，因为这是中选曾经在遗书中和创作的歌里多次提到的，希望听到一句辛苦了。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中选身边的人都会记住他，怀念他，相信粉丝们的心也是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支持 SHINee 接下来的所有活动吧。